好。真不好倒啊。今天挑战这个可乐，看能不能啊！看能不能变冰成功。哇、哦，可乐成功嘞！可乐，要不要吃？八点开播，今天晚上破60万，回馈所有粉丝，赶紧来啊！哎，一举成功！哎，一举成功啊！哎，气得我吐了，瓶子。好凉，也不知道咋的啊，就这样子软。这是过期了吧？但你就不爽了。好晕，哈哈，哎呀，受不了了，开播了啊，8点开始啊，快来，愁死我了，这么多多实在，这个一个成功的，我都冻得都心灰意冷，哎，终于成功一个。这是沙冰，不是海里面冰。
肉宝宝们，元宵节快乐！我们来加点料。哎，你都加芝麻了，继续加。马上开播了啊！进我直播间，马上开始。爱家家的女生，你还不开心呢？嗯，好吃。这可以吃了吧？这可以出再吃吗？可以。8:30开播，瞅瞅这个玉米，刚才不小心把那个巧克力撒了，这回看能不能成功。哇，倒了就完蛋。哇，做个巧克力玉米饼啊！哎呀，有一股沾染的味道，妈呀！这什么东西有沾染的味道？给你穿衣服，这衣服穿好了，真难看，还不如不穿呢。哎呦，我的天！哦天！再撒点，加点芝麻。昨天那些呢，全部通通失败，我们今天来做。可惜了。把这个石榴籽全部都烫了，都烫得白白的。我看啊，最后一个成功！哎呀妈！终于成功了，不容易，别个双击吧，下个作品吃好。看看盘子脱模是怎么脱的啊？第一次做这玩意儿，还真不知道如何脱的。哎呀，这个可真费劲。那这个怎么脱模呀？难道要把这个盘子给它敲坏吗？呀，宝宝们双击好，下个作品吃了。